我们遇到这个乾隆皇帝，那这个乾隆就是赶龙嘛，谁都把他一个人喝干了，老百姓还不完蛋嘛，赶龙可不得了啊，嘿嘿嘿，他要一来啊，嘿嘿嘿，你们还想喝茶，咽咽口水都没得分呢，老太爷。拿两张凳子我们坐坐嘛。凳子啊，嘿，有的你们坐呢，监牢里头的老虎凳，你们想不坐也不成呢，老太爷。王八蛋。老太爷，您这儿坐。好好好。你怎么坐在这块？你到别处去坐好不好啊？我们这个门口要走路的。好。老太爷啊，这是路口啊，我们要走路的，好狗不挡路。这么点小事，你看你看你看，就吓成这个样子。小事啊，不小了，我的老太爷啊，你看我们这么大的楼，差一点就把你拆光了。你听我讲啊，你主菜办公罪加一等，你殴打菜人就是藐视法律，你看这就叫扰乱治安。你现在坐在这块就是无业游荡，六条大罪，不打你个死罪也要判你无期嘛。帮帮忙了老太爷啊，叫你走你不走，让一让总可以了吧。好，免得连累你们啊。我坐在路中间加一半总可以吧。忘记了。嘿嘿，你这个样子罪加一等，足戒。哦，在那边呢，就是他们。是他吗？是，是我。是你。不关你的事，不要问他，一切我来承担。哼，你好大的胆子。他们谁先动手的？他们两个都有动手。是他先动的手。哼，你们想造反是不是？竟敢殴打公差，报上你们的姓名籍贯来。我姓高，叫高天赐，是北京顺天府的人士。你是林娟局的叶红军吗？啊，本官的官印是你随便叫的？哼，叶红军，你好大的胆，竟假传圣旨私设林娟局，增收苛捐杂税。你知道该当何罪吗？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这个人是谁？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、啊。他是什么来历？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北京口音，姓高。哦，名叫高天赐。高天赐啊，他的话里头有骨头，恐怕是经理派来的。经理派来。哎，看样子像是皇上啊。皇上？哎，您不是接过驾吗？是呀、啊。你看清楚点。我去看看清楚啊。
清楚啊。这么近还看不清楚啊？哎，就是太近了嘛。我接驾的时候离皇上有八丈远呢、啊。哎哎，那你站远点看。皇上，是谁呀？皇上，臣岳荣安接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，真的碎了了。起来起来。老天爷，老天爷，不不，皇上。不要怕，我这次南巡的本意就是访协与能，深入民间，了解老百姓的疾苦，也叫老百姓多知道知道朝廷里面的事情。天高皇帝远，不知者不怪罪。周日清。在。刚才你说拼了一身剐，下句是什么呀？拼了一身剐，也要替皇上拉着马。好。